上一期的复试相关十问十答的内容，听到很多小伙伴都说问题解决了，我呢特别的开心，同时也收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呢都拿小本给记下来了。其中有这么一个问题再次的浮出水面，让我真是感慨万千啊。作为一名使用了十年佳能相机的职业摄影师，我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复试？是脑子有水吗？这个问题在我做这个频道以来，其实经常时不时就有小伙伴问到，甚至有人一度怀疑问我是不是收了钱用别的相机拍的照片然后发出来，硬说是用富士拍的，想象力那是相当的丰富啊。而我呢确实始终没有给出过一个非常详细的回答，是时候来好好的严肃的聊聊这个事儿了。我呢为什么选择购买富士而不是其他品牌的相机呢？选择灭门佳能买富士这个决定呢其实挺复杂的，中间经历了一个不算漫长但也不短的过程，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我都在断断续续做调研和选机型，绝对不是一拍脑门子突然就决定了。但问题是这中间我都经历了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点和环境的结合才显得合理，那这就要追溯到2017年了。想象一下啊，今天的很多机型在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出现呢。2017年呢也是我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我才真正的认可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哎，别误会，在这之前大概2007年开始呢我就已经拿起相机做职业摄影师了。我呢拍摄过婚纱和婚礼，给杂志拍平面，给品牌拍广告，拍过明星，拍过活动，也拍过室内的空间，甚至还给餐厅拍过菜，也做过时尚品牌的御用摄影师。在这短短的十年里啊，可以说是尝试过各种的摄影题材，但始终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一直质疑着我自己，我呢真的是一名摄影师吗？还是说只是因为我自己能靠拍照片去赚钱呢？我真的爱摄影吗？而在那个阶段的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摄影师做到第八个年头，也就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心病了。我开始失眠，很挣扎，反复的问自己，比以往都要更迫切的想要得到答案。但是要知道，思考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灵魂拷问，真的不是说端个杯子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想那么几天就能得到答案的。生活还在继续，房租也在燃烧，不吃饭肚子会饿，所以思考呢也只是一种休闲状态。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想一会儿，工作间歇呢会想一会儿，遇到不如意的事儿的时候想一会儿，这么着一天一天的，很快一年就过去了。直到说这个2017年我完成了我自己的第一个摄影项目 Balance。其实很早期的视频呢有分享过这个项目，那是一个365摄影项目，意思是说每天拍摄一张照片，坚持一整年，最终呢组成一个365张有统一主题的这么一个系列作品。那加一是因为我当时拍摄完之后呢才发现，哎，那一年是个闰年，它有366天。这个摄影项目啊拍摄的时候呢刚好是2016年，也是我商业活最多最忙碌的一年，有几次呢真的是累到想放弃，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能够拍完这么一个项目呢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且呢完成质量我自认为还不算低。也正是这个摄影项目拯救了我自己，那一年下来整个的拍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让我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热爱摄影的，而不是一个只会按快门的从业者。心态呢也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是这一年我决定重新开始，从一个摄影师成为一个摄影师。摄影师这个职业呢真的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当有一部分快门是用来换钱的，和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取悦自己的时候，在肢体本能和潜意识上其实有点分不清那个界限。
在使用佳能相机的那些年里呢，就有这么个副作用。每当拿起这台相机，我就觉得打工的状态就附身了，以至于平时我根本就不愿意带它出门。所以作为摄影师却不随身带着相机这事儿是不被很多人去理解的。除了接活，我平时对拍照这件事儿呢，就慢慢的变得毫无欲望了。那这和当初自己因为喜欢拍照，想要成为一名摄影师的理想呢，就背道而驰了。那这种条件反射伴随了我将近得有10年之久，所以当时我决定重新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迫切的想要摆脱这种感觉，让自己重新找到那种当初拿起相机去拍照的那种原始的冲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当时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挣扎到了2018年中旬，最终呢，我决定通过更换全套的设备，带来一些新鲜感，调整全新的工作流程，买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相机，从零开始。那个时候呢，我经常去逛 B&H， 就上回我给大家拍的那个店。每个相机柜台我都待特别长时间，一有时间我就去看。首先呢，这里边啊不存在一个预算的问题，但也不是说没有上限，买多少钱都行。卖掉这一整套佳能的钱呢，肯定还是够的。那设想一下吧，所有买得起的设备放在一张桌子上，跟小孩抓周似的，就看自己拿起哪一台。然而最终我选择了富士 XT3。 购买的理由特别的简单，这台相机呢让我有愿意带出去拍照的想法，让我不管有没有钱赚都愿意在清晨4点起床坐2个小时地铁去拍照的这么一个冲动。买之前这个画质好不好什么的完全没考虑，那个时候网上也没有太多的评测可以去参考，只是觉得别太差就行了。当然我呢也不傻，是先买的 XT3 后卖的佳能，咱先试试好不好再决定啊。哎，这一试不要紧，简直太爱了。本来还是有很多顾虑，结果没到一个月我就果断把所有佳能全卖了，移情别恋富士。从这个2018年一直用到今天，时光飞逝，这一晃就快4年了。所以说买哪个品牌啊，它真的是缘分也是眼缘，不是因为富士多么好我才选择它，当然事实证明呢它并不差，甚至还很优秀，只是在某个时间点我恰巧在店里就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此就拔不出来了。而用了它之后呢，我确实也认为很适合我。在过去的这3年多以来，我玩得很开心，非常享受每一次的拍摄。所以您看顺不顺手是不是很重要？一定要买一台自己喜欢愿意带出去拍照的相机，而不是别人嘴里最厉害的那个。这不是跟找对象是一模一样的吗？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他要有多厉害，而是自己和他之间有多么的了解。互相都看不上不愿意用，那怎么了解呀？其实现在这个相机呢，特别是近几年的发展，让过去画幅间的差距缩小了很多。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我用 60D 和 5D3， 那差的可真不是一星半点的。而这些年呢，相机品牌也从最早前的那两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哎，人家富士也默默的干了10来年了，不是大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所以我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分享自己真实的使用感受，让更多对富士感兴趣却不敢买它的小伙伴们可以了解到它的优点和缺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相机和镜头。时代在发展，新出现的东西呢未必就不好，只是用的人比较少，能听到的声音很微弱很小，缺乏了解和认识。不得不说现代科技和互联网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改变了很多行业的潜规则，让今天的我们呢可以更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不是重复的去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老路。当然这里呢有这么一个前提，是要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大胆的去选择自己热爱的东西。既然认定了自己的路，那就一条路走下去，哪怕这一路上都是孤单一人，有相机的陪伴也是幸福的。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我是艾迪。做摄影师的感觉呢，就好像是走在纽约最繁华的街道上，但这世界的热闹好像都和我无关，有相机为伴就已经满足了，那一瞬间的感动呢，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特别感谢每一位小伙伴的支持与陪伴，才让我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这三年多过得并不孤单，虽然我曾经呢是一名人像摄影师，但是我保证在这个频道和付费课程里，以前、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分享任何人像摄影相关的内容，踏实的做我的旅行摄影师。我会坚持自己的坚持，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一起追逐梦想。